There's nothing to follow, nowhere to go. He's gone like the summer, gone like the snow. And the crickets are breaking her heart with their song as the day caves in. And the night is all wrong.喂，大家好啊！又系昌王啊！嗱，今集咧，我都唔知同大家应该系讲个零震台啊，亦或讲部 Cases 嘅 P8 呢一部嘅 LPS。咁如果大家之前有睇过我讲零震台嗰条片咧，咁其实零震台而家我后面呢一块即系戰紧喺个唱盘下面呢一块咧，咁其实佢系属于一块主动式嘅化震板嚟嘅。咁佢入面咧就有粒好敏感嘅 sensor 咧，就系会 detect 翻。任何嘅震動，包括你嗰個盤嘅震動啦，即係你個機器嘅震動啦，跟住你外間嘅震動啦，包括我哋聽歌嗰陣時嗰啲低頻啊啲聲音嘅震動啦，咁佢都會 detect 咗之後咧，跟住就即刻做翻個反震動咧，去化震翻。咁而呢一個動作咧係需要電力嘅。如果嗰個震動越勁嘅話咧，其實佢扯嘅電數咧係會越高嘅，咁當然啦，你喺睇塊板咧，其實塊板啊冇顯示嘅，亦都唔會喐來喐去話到俾你聽，其實佢喺度做緊嘢嘅。咁但係咧，我點樣去知道佢係做緊嘢，同埋佢扯咗幾多電咧？咁咧，我記得咧 ，Cases 有部 LPS 咧就係 P8 嘅，咁而佢嗰個 display 咧係數字嚟嘅，咁啊啱啦，咁啊俾我咧可以睇到究竟塊板咧個工作嗰陣時咧。是扯到幾多 A 嘅，咁所以咧，大家咧明白頭先一開始嗰陣時咧，我首先就係俾咗歌俾大家聽下，究竟一個喺一個大音壓嘅情況底下，佢個 A 數會扯到幾多啊？如果正常嗰個轉動嗰陣時，佢又徘徊緊係幾多 A 啊？咁樣，咁我專登咧就係俾咗首歌俾你聽咗先嘅。咁其實咧喺未落針之前咧，大家都可以見到咧部 Cases 咧嘅 A 數咧都喺徘徊緊喺0.5啦，至到 1A 咁上下啦，咁啊跳动嘅。咁主要嘅原因咧，系因为嗰个黑胶盘咧不断喺度转紧啊，咁所以咧佢就要用翻到力咧去做翻个抵消嘅动作嘅。咁当啲音乐咧去到一啲音压比较大嗰阵时咧，部 P8 显示嘅 A 数咧系可以去到 3.7A 嘅。咁其实咧音压越高咧，个 A 数咧亦都会扯得越高嘅。咁其實咧，我睇翻個零震台嗰個原裝電子牛咧，咁佢嘅參數咧就係12V8.5A 嘅。咁我問翻間廠咧，其實塊板咧最高扯到咧都係 5A 咁上下嘅啫。咁俾到 8.5A 咧，最緊要就係預留翻多啲嘅 buffer 咧去俾塊板嘅。咁加上咧，佢哋試過咧 5A 同埋 8.5A 嘅電子牛咧喺音質上邊咧。是有一個明顯的分別的 ,8.5A 的密度是會更加高，音場是更加穩定的。所以他們最終就會選用 8.5A 的根基牛。不過呢間廠呢既然他這樣說的話，我即是換言之我找部 LPS 可以 support 到 10A 的，應該是最靚聲啦。不過呢市場上又真的好像沒什麼LPS 咧係 support 到 10A 咁大嘅，咁不過咧，我記得咧，Labcable 咧，阿 Peter 咧之前都介紹過咧 ，Cases 咧有部 P8 咧，佢有個單輸出咧係可以去到 10A 嘅，而呢一部機咧，佢本身咧佢係特別係為咗一啲高電壓需要高 A 數嘅器材咧去設計出嚟嘅。嗱，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部 P8 嘅雙輸出嘅。咁而佢呢個雙輸出咧，其實佢每邊咧係 support 到 4A 嘅。咁跟住咧，我就問阿 Peter 咧借埋部 10A 咧，去比較一下究竟一部雙輸出嘅 P8 同埋一部單輸出嘅 P8 support 10A 嗰部，咁究竟嗰個聲音分別係點樣咧？咁樣咁當然啦，其實頭先我講咁多咧，其實大家心裏有數噶啦。10A 嗰部咧個聲音個密度啦，嗰個穩定性咧係會再靚啲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就即刻問翻阿 Peter 啦，喂，不如我哋搞翻個團購益下 High Andy 嘅會員啦，咁樣。咁因為 P8 咧，佢本身都唔係貴嘅，都係賣緊5380蚊嘅啫。
咁而家咧，我哋嗰、那個優惠 High Andy 嘅優惠價咧，就會係4800蚊一部。咁而呢一部咧，呢部 Gasus 嗰個 P8 咧，就只係限於12V10A 呢一個嘅數值嘅啫。嚇、啊，咁其實呢一個數值咧就啱嗱。首先啦，啊，其他器材我未知道其他器材有冇需要用到 10A。咁但係咧，凌振台咧而家部 Seisman 嗰塊 VSO Plus 啊或者 VSO 咧係啊，我自己實測過啦，10A 真係會靚聲啲嘅。咁大家咧如果有興趣想買呢部 Casus 嘅 P8 單輸出 12V10A 呢一個嘅 spec 嘅話咧，咁啊記得打俾我訂購啦。